天性异宝出世，求祖师庇佑弟子夺得异宝。灵物异宝，有德者居之，绝不可落入魔教之手。开战，一个不留。我不会让这异宝落入魔教手中。我不想与你动手，让开。一时激起千层浪，要有不得了的事发生喽。只要先将正道解决，何惧其他三派。纵然正母不两立，但在我心里，他是我这一辈子唯一的兄弟。你回来吧。回去，我已经回不去了。你还是当年